回到万门大学日语课堂，我是刘苏曼。这节课咱们讲五星图第五行那行。那行的假名呢是由齿龈鼻音嗯加上第一行的元音啊一呃哎哦相拼而成，分别读成那你呢呢诺。先来听一下录音。那你ぬねの这一行的第一个假名读成那那，平假名来自这个汉字无奈的奈，就用它来记它的发音好了。奈取前两拍那那，由四笔构成。好了，动笔。那的片假名来自同一个汉字奈，取前两画那那。好了，动笔。这一行的第二个假名读成逆逆，平假名来自这个汉字仁义的仁，由三笔构成。第二话和第三话又是咱们曾经学过的一个假名ko啊，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空的ko。好，那加上第一话呢就读成逆逆，联想一下，你不仁，仁就是逆。好了，动笔。逆的片假名来自这个汉字二，写出来也是二，两笔构成。联想一下，你很二，二就是你。所以这个假名它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啊，咱们应该都是比较好联想的，你不仁，你很二，仁和二都是逆。好了，动笔。这一行的第三个假名读成ぬぬ，
我们直接用这个英语 no 来记住它就可以了。英语读成 no， 日语读成 no， 注意是单元音哦。no， 好了，动笔。no 的片假名来自同一个汉字，取的是第一画，所以一画写成。咱们同样的把它理解成是禁止的标志的一部分。no 不可以读成 no no。好了，动笔。猜猜看，这两个女孩子的名字里面有没有哪些字我们是会读的？奈奈子、奈奈、娜娜、雪奶、奶，读成 no。读一读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三个词。第一个词写成汉字是和，意思是什么，读成 nani nani， 一调就是第一个高音第二个低音 nani， 什么，后面如果加个问号往往句尾会往上扬，会读成 nani nani。比如有人叫你的时候，苏曼，那你什么事啊？或者非常吃惊的时候也可以使用，那你发生什么了？来看一些有趣的视频。はい、実は妙な噂を耳にしまして。何？
何？第二个词，猫，读成 ，neko，neko， 一调，高音，低音。注意这里的 ko 是不送气音，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像 go， 不要理它。neko，neko。猫咪。下面一个词是狗，写成汉字呢是犬，读成犬，犬，二调，低音高音降下来，犬，犬。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小狗就是一个小奴仆，一奴，犬，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 猫，大好きな猫，大号的猫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最喜欢的一只猫。我们家有两只啊，这是我们家的大猫 猫。我每次回家，打开我的电脑，它都要来跟我抢这个电脑，就是站着，不让我工作，不让我学习，然后自己呢照照镜子啊什么的，美滋滋的。暖洋洋的，可愛いですよね，非常的可爱。大好きです，非常的喜欢。猫です，是一只猫。好，再跟我读一下，猫，猫。下面请大家暂停一分钟，认读一下大屏幕上的这些假名，可以了吗？跟我一起试着读一读吧。那，那，你，你。ね、な、な、の、ぬ、な、ね、に、ぬ、ぬ、の、な、ね、の、な、の。最后，咱们简单的小结一下那行。这一行的发音非常的简单，也没有特殊的发音，就是由齿龈鼻音嗯加上元音啊、一、呃、哎、哦相拼而成的。发音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舌头抵着上齿龈，然后有鼻音啊，那、你、呢、呢、诺。好了，这一行就讲到这里，你学会了吗？